No budget, no offer, no condition. 他跟他弄另外 ，OK， 不打。Back corner， 加，好，观众朋友，这是一场67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风之子周家强来自唐山文旅奥羽光辉搏击俱乐部，蓝方选手天子尔康来自亳州响明搏击。这两人就是入行的教练都挺厉害的啊。对，周家强的入行老师是启蒙教练是边老师哈，嗯，边茂富老师，然后尔康的教练是刘晓明。刘晓明，其实我们说这个70公斤级哈是世界公认的黄金级别，我觉得在这个咱们这个亚洲哈，包括在这个中国尤其武林这个擂台，其实67啊也是这个高手如云，人才济济啊。对，最难打的就这条腰带，最难争的就是67啊。对，人给的不错，两个人拳法上打的都很不错。从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周家强这边打得更立体。周家强是2020年新一代67公斤级的金腰带选手，是，嗯，而且两个人都是刚刚打过我们那个武林风的虎牙功夫嘉年华，嗯，好像都胜了吧？我记得，一个是周家强，对，战胜了张奎，然后尔康是战胜了白鹿帅，那位给的不错啊，拳打得相当犀利啊，漂亮，好，对，一到中近距离的时候，就周家强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上勾给的不错，挤到了这个卫生角，是，现在这个尔康要想办法出来，没错啊，如果当然这样打的话，尔康就有点危险了，是，哎，这两拳给的不错，对，其实尔康给打得再自信一点啊，我感觉刚上来的这是他一直缺少的一点，对，就一大超拳，哎，这小超拳漂亮，嗯，这一分半我感觉有点懵啊，就尔康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比赛节奏，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上一次虎牙嘉年华的时候，看他跟白立帅那场比赛可不是这样的呀。所以有时候运动员当下的一个竞技状态，包括跟他遇到的对手，都会呈现一个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风格。对，周家强这场比赛拳打得跟主攻一样，而且是连击打的时候，然后刚刚那个扫踢前直就上去了，偷得很到位。你看，就相对来讲，尔康这边今天这怎么头发长了，出拳还少了呢？发型变了，风格就变了吗？对呀，人家出拳少了。你看，老是被那谁被周家强追着打，感觉像这尔康一直让我们觉得有点那个憋屈着的感觉啊，没有释放。今天打得很内向，是改了发型有偶像包袱了吗？不应该啊！启动一下，偏头，偏头，哎，这个前手拳投得非常的好，前手往返，快，明显没有位移，对。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的确是，哎，这两位虽然是这个武林风擂台上的新人啊，但是也能感觉到有点那种技术流的感觉。没错，两个人，尤其是周家强啊，第一回合在自己拳法的进攻侵略性上，包括自己拳法的功底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我印象当中的尔康，他的拳打得也是很有质量。不过今天可能在第一回合，周家强在拳上的进攻优势可能会比尔康更明显一些，但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没有找到他自己熟悉的进攻节奏，不然的话他应该不是这个样。是，的确不是这样。期待第二回合两位的表现。嗯。OK， 天照四秒。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周家强，蓝方选手尔康。是，这我要是尔康的教练，今天呢我就跟他摇摇他，你醒醒啊，你醒醒啊，你干嘛？教练刘晓明，尔康是刘晓明的侄子啊。我说你干嘛呢？醒醒啊，醒醒啊！对，你看，其实他的拳，尔康的拳打的也是很有章法的。对，虽然进攻输出不多啊，就是在第一回合，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拳的结合上打的还是很明晰的。但是只是今天的进攻频次上，就是和进攻输出的速率上被对手给压制了。就这个东西，其实对抗就是此消彼长嘛，就像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是的，就是这么个逻辑。今天就是周家强的这个
气势上进攻技能更强一些。顶起之后接的这个后手打得漂亮啊，又是一拳。周家强真的是前手后手多点开花呀。嗯，就是前刺前直塞得准，然后后手的重击打开了之后也有。你看又是一个前手又打了。前手不要走，前手前手一抖就出来了。对，武康还是这个进攻节奏没有找好。前手，前手，哎，对，走，对，组合，对，给前摆，对，这才是他喜欢的呀。对，好，分开。对，上下结合的一个立体拳。前手，还是那句话，他跟白立帅那场比赛可不是这个样。看来白立帅和尔康的比赛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当时还觉得，因为他00后嘛，我觉得这年轻运动员就是在自己的就是拳法的结合上能够打得这么立体，其实不多见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到目前为止啊，第二回合也2分钟了，这个进攻节奏打得并不好。你看他的击腹拳其实还是很有优势，是而且他属于就是能够打到对手两肋下侧再往外的这个区域的，因为这个区域是很难防的。是，哎，半岛支撑腿应该没有问题。前手动，就是那个区域你就是你下压肘是基本上没办法防的。对，你扶不到。对对，就刚这拳，就刚这拳打这个位置，一会儿不知道会不会有慢镜。斗呀，其实这拳打得很准，但是然后那再结合自己上头的拳，能够给一个不错的效果。对，就会很有效果。是，哎，你看还在找机会。对，顶膝进来，前走，哎，他一打你往后撤一下。嗯，摇闪出来，对手又给一个摆拳，让他打空。今天还有10秒，对，打空。主要是朱家强这边的就是进攻速率太快，把他给压制了。嗯，对，的确被对手火力压制了，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利，也可能是比如说运动员是这样，就是你过了一个时期之后，你再进入到你下一个章节的训练的时候，有可能会进入到一定的瓶颈期，就是所谓的退步期啊。对，第三回合啊，就是尔康这边能不能把自己的进攻节奏先提上来，就是火力全开一把，又打一打对手。哎，对，前顶的这一步上去之后要快啊，就出拳要能跟得上。哦，又慢下了。对对，你看他其实拳打的还是很有路数的，而且还很准，击打的力度也够。对，要把自己的速度给提上来，去压对手啊！打远，控制，好的，击腹，然后近身，看，又是这样，等，急人哈。嗯，我这个事儿就是你进我，比如说我进你对手的内围，对吧？我进去之后要干嘛？我如果是挨了2拳进去了，然后我又出来了，那你进去干嘛去？不挨这2拳不好吗？还不如不进去。对呀，所以这就是很多时候教练在底下着急是为什么？你看又是这样，对你到了内围，对这样的拳要赶下去打对手，反正第三回合了嘛，还要去拼一拼的。打得有点冷静啊，尔康今天，哎呀，看得我着急死了。对，你看步子上去之后，顶进去之后，对对。然后你看，就是你不出，你不出，别人会出动作的。对，你不出，那你在等什么？对于周家强来讲，就是你都进来了，对，那我肯定。我哪怕就是害怕，我也要给你2拳吧，对吧？更别说我主动的进攻输出能跟上。这拳给的不错，哎，又你看又是这个节奏。他就是进去之后就停住了。对呀。
那你还不如不进去呢，对吧？对，你给对手拉一拉距离，是不是？是是是。那你进去干嘛去了呢？就有点让人着急。你看，进去你的动作要跟上，你不出周家强就出动作了。不出周家强的前手就过来了，而且我们看了两回合的比赛，周家强的前手又准，对，而且都是直中面门，能够塞进来。所以这个比赛打的尔康很尴尬。尔康，你是有点懵了吗？对啊，要不然你就别进。是。哎，你看。对啊。就是你老感觉挨对手这些个拳都不必要，其实他还是要进，你看尔康的这个感觉还是要进，但进去之后动作要跟得上。对，你步伐上你是进去了，对吧？你是往上顶了，但是你顶完之后要干嘛？哇，这就是懵了，完全给了一个周家强合适的距离。对啊，啊，我自己给你让你合适的距离。没错，就打沙、哎、打沙袋也没有这么来劲，我站好了沙袋进来了。哎，你来打我。对，这你受得了吗？这个。尔康，你要动起来才能对得起你这个飘逸的发型，是、啊，不然你头发甩不起来。你看周家强就觉得说，哎，我可赢了，但是天哪，但是对，你看尔康那个状态也是，我没事我上顶，但是没有用啊，对吗？这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说他，其实不仅仅是从第三回合，第三回合可能更加明显，更明显，从第二回合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就开始有这样的问题了，对。对吧？你如果说 OK， 我第一回合没有找到自己的比赛节奏，那我可以理解，对吗？对，但是你第二回合，就是我相信教练小明一定会给他这样的一个部署，就让他去这样做，但是他依然是这样，就是我顶进去之后我要干嘛，自己没有想清楚。所以为啥我说，我要是想明我就摇摇他，你干嘛了？你干嘛了？你醒醒啊，对吧？这不是你能力不足的问题，而是你自己没有想清楚你的战术安排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一个运动员啊，他能够成功，他不仅仅是比如说他体能好，他技术好，对，那可能很多的时候还要动动脑子，对，去学会去阅读比赛，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是，我们来看比赛的结果。我们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Winner!